这个是直往旁边，对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在做的是什么？我在做，我三个关节一起做，我在做的是什么？你看，这个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你看，这个，看不懂？我想想看。啊，师傅，你是做螺那个吗？那个来福线那种的吗？是这样子的。对。你也来福线？是这样，刚看到是。来福线是这个嘛？可是你子弹出去的时候呢？你子弹出去，它是不是往前？是。它是往你急的时候，那个子弹被推往前嘛？是。螺浮线让它转动。所以先要有一个往前的力量，是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？所以拧转一定要有一个有方向性的力量，先要有这个力量，然后在这个力量上面做转动，才是拧。螺丝的，这样没懂？啊，所以盘龙手的动作是 3D 的哦，它不是平面的哦，看不懂？我知道是 3D， 可是我的想象中它也是像一个 3D。不是，你看你刚才那样子就没有了。对，可是老师怎么可能会像横？它有横的。你拧转不就这不就横力吗？龙卷风。把东西吸上去，是不是吸上去转动？它是不是有直线力？直线力周边是这个力。好，我现在有一个直线力的，但我难道我三个关节都往这侧面转？要怎么把力量吗？是啊，你看这样走啊，你看我三个关节都这样走，我三个关节都这样走，是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我的手肘没有，你看我的手肘没有进来，它就成为这样，它成为这样子，这样就没有了，看不到，这样就有，这样懂吗？这也就是我让你们练习那个手腕抓手腕，我不是练习抓手腕解开吗？你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看啊，我是。这个样子就没有了，你把我抓紧用力，我如果是这个样就没有了，因为我的手肘在这边，手肘没有参与到这个活动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你看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如果是这样，你看我是不是三个关节一起动，它是不是就开了？哎，看到没懂？你抓你最紧，你用两只手抓，一只我真抓，好 ，OK， 好，你看哈。我三个关节，当我要动的时候，我每一个关节我要往这边拖，我要往这里拖，好，我的每一个关节都往这里拖，看不懂？啊？看不懂？盘龙手就是这样子，你要做，我要往这里走，不是他的事情，不是只有他的事情。是我要往这里走，是每一个关节都往这里走，啊，你那样子没有了，你那样你看这样就没有了，这样就没有了，你看这样，我的手肘也是要走啊，我的手肘也是要参与啊，这样没懂？我的全身都，我到身上的时候，到腿上。我连腿都参与，我这个手要拿掉，啊、哦，谁的力来握？来，好，你握，你看哈、哦，我要这样走，我现在要这样走，是不是？我这样走，我连腿上的关节，我连腿上的关节我都要这样走。哦，同时都带，这样没懂？我懂了，我不是光是这个啊，我不是光这个，没有力嘛。你手臂的话，我是这手臂的关节，我往这走，好的哈，我往上走，你看哈，我往上走，我这样子是不是只有它？这个地方就断掉，
当我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每一个关节都在做这个动作，晓得吗？我在加上伸直，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的身子、我的脊椎也在做这个动作，加上腿，我的腿的关节也在做这个动作。我这边是不是越来越轻松？懂吗？这样不懂？所以盘龙，龙在走是所谓一动无有不动嘛？太极拳不是说节节贯穿吗？对，节节贯穿，一动无有不动。因为是龙，因为是龙，龙在走，不会说只有前节走啊，后节停着啊，是不是？龙在动，你如果是贯穿的在动，我动头的时候就不是光动头咯。我动头的时候是这样子哦，我转一个头是这样转，你看我的身体其他的地方是跟着这个一起走的，这样不懂？而不是这个，对，这样不懂？老师，我上礼拜啊，我回来的腿啊，力量很好的传到了腰，但我感觉到一个东西跟这个很像，我第一次感觉到，